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加倍感动，列王记下二章九节。过去之后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只管求我。以利沙说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。以利亚被接升天之前，以利沙紧紧地跟随以利亚，并且求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地感动他。他所求的合神的心意，神就应允了他。我要紧紧地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求神的灵加倍地感动我，使我能做主忠心的门徒，被神使用，荣耀主的名。慈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谢谢你怜悯我，让我透过以利沙对你紧紧的跟随，看到我的软弱和亏欠。我常常远离你，跑到世界上为自己筹谋，祈求你用你的慈神爱所吸引我，让我也能紧紧地跟随你。主啊，谢谢你给我祈求的权柄，可是我却常常为着世界上的事求，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求。现在我愿意悔改，求神用圣灵充满我，也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地感动我，使我成为流通的管道，祝福到更多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，阿们。真理的圣灵，其实在教会中。